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TS。今喺一把 GBB 手枪嘅飞机入边咧，除咗飞镖嘅款式同埋飞镖弹弓嘅张力有影响之外，入边个拍头嘅默契同埋顺畅度咧，都系一个重点嚟嘅。咁喺成个嘅 pullback 过程入边咧，拍头就负担住成条 slide 前后喐嘅推力效果，但系又必须保持默契嚟保持翻整体嘅压力稳定，嚟俾弹胶入边嘅气体咧可以稳定咁样提供俾支枪。而今次 Mat 呢款拍头咧，就可以比起原装零件加强翻个默契效果。咁就可以放翻俾係 KWA 同埋 Maluri 嘅手槍使用。咁包裝入邊咧就會跟三條唔同尺寸嘅 O wing， 可以俾你因應翻唔同牌子嘅飛機咧嚟揀翻啱尺寸嘅 O wing 嚟使用嘅。咁尺寸方面咧就冇揀太緊啦，因為有氣通過嘅時候咧就會膨脹個 O wing 嚟達到翻個默契效果嘅。咁再睇下 Liku 嘅試打片段。咁當大家客製自己把 GBB 嘅時候咧，大家一般會諗到嘅都係換內管啊、hollow 膠，又或者飛鏢等等。但係蛙佬嘅效果咧都相當重要嘅，佢係擔任起 GBB 個動力來源第一關，可以令每一啖氣都要穩定咁樣提供俾支槍。呢一個就係提升效能嘅第一步。咁而今次呢款 Mat 嘅蛙佬咧，就總共係有 for KWA 手槍、Maluri High Cap、MWS 同埋 Maluri Glock 等三個款式。咁嘅材料咧就由不鏽鋼製成嘅。佢個特色就係可以提供翻一個穩定嘅出氣量俾支槍，令到個出速效果提升，改善翻 GBB 嘅射擊表現。無論你係打比賽又或者係打 war game 都好，都可以提升翻你 GBB 嘅效率。咁有一點要留意翻啦，就係安裝嘅時候咧，就要對正翻個出氣位嚟安裝嘅，同埋包裝入邊會跟一條細嘅 O wing 俾大家加翻喺個入氣位度嚟達到默契效果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就記住上嚟門市度睇下啦。